不能超过两分钟，便要立刻放入冰块中冰镇。如此一来，面在冰水低温中急速收缩，拥有了高 Q 度和绝人的脆度，好吃淡的清香，让人在品尝的过程中深深刺激着饕客的味蕾。第三位就是牛肉面的领先主角，澳洲和牛等级上等牛肉片。以带油花的澳洲和牛肉当主要食材，牛肉的等级毋庸置疑。刘维珍强调涮牛肉时间只有15分钟。已经啊，好 Q 啊，哎，对对，那我们这个刘老师呢，那有没有打算开始要开店的呢？有啊，有，很想很想。我要入股。入股啊，对不对？这老师不容易。其实我觉得我那天取胜是因为天气很热。对，这是一大有一点点幸运，实在是蛮客气。不过他的这个牛肉面，他就是牛肉面，当然，对对对，刚才那个是火锅的杯子看起来很怪，是是，其实它就是牛肉面，对呀，对，上面几片牛的芝麻。跟洋葱里面加上这个，你这个到了嘴巴里面的那种风味啊，这个得第一名不是浪得虚名。当然，那么我们这么多人这样，麻烦你来现场还煮给我们吃这样。嗯，刚刚前面的工作很多，大家在这个刚刚的这个画面介绍都看到了。哎，我们不能这个白吃白喝不行，红包一个。几碗啊，北哥，哎，我还特别有一点点特制的东西，还有特制的，哇！可是怎么样，大家玩啊？不是，留着再吃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还有特制的东西来了，这是传统的牛肉面啊！哎，好香啊！哎呦，白云，你闻一下，不吃牛肉的人都想跳下去了。对，刚刚那个杯子太香了，你看那个汤头跟一般的牛肉的汤头不一样。有吃牛肉面的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恭喜你们，恭喜你们！有吃牛肉面，这有筷子啊，有筷子。哎，感觉里面有好几种牛肉。刘老师不只是做牛肉凉面啊，还有红烧牛肉，他也不是开玩笑。这是红烧的，哎，他有，你看，一种是涮的，对，还加上红烧烧的牛筋啊，涮，哎呦，来来来，半筋半肉，3分钟，好了。呀，不吃牛肉，不吃牛的，不吃牛肉的比吃牛肉的还了解，因为我太习惯了，讲了好一嘴的牛肉面，真的哇，来一口，你看那个面条就是要牛肉面，就是要这种面条。飞哥说这是正式的牛肉面吃法，飞哥来一口，飞哥来一口，算法，然后飞哥还没吃之前，你刚刚嘴巴有没有干干的？嘴巴，哎呦，哎，嗯，回甘的感觉，哎呦呦呦，刚刚那个面，哦，现在才开始发，效果开始，后知后觉啊你，这个学问。这么大一汤匙，还要讲究你吃的姿势，哎，不能脱了吧你？示范一下。来，感觉怎么样？飞哥，讲一下，苹果吧，讲一下嘛，讲一下。快，快，快，从鼻孔出来了，你赶快，这位先生，哎，大师，赶快品尝一下，品味一下，跟我们说几句话，这位张先生，哎。哎呀，他喜喝假，哎呦，怎么了？你们试试看，真的有吃牛肉面的。枪头一定要来一下，对不对？哎，原厂来。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冠军，真的，原厂。哎，好想吃哦，尼姑思凡，嘿。哇，好牛哦！厉害的形容词，林依晨根本就已经受不了了。林依晨在减肥在拼了啦，减肥那是过去式了。这一碗要多少钱啊？对，这一碗大概这个就大碗一点喽，来一口咬定，快吃哇！嘿，还要真的大嘴巴的女生才吃得完哦。林依晨没有做美食节目太可惜了。怎么样？很好吃，对不对？怎么样？是啊，你是吃的很感动啊，很好吃哎！哎，这位大师，这位大师，请跟我们听见一下，这位大师。他也从飞哥，他跟你一样，都从鼻孔里面喷出来了。舍不得，含在嘴巴里面舍不得。舍不得吞下去，懂了没？哎呦，哎，怎么了？现在味道才开始出来。这个老板的牛肉面厉害在这里，
你吃的时候是吃牛肉面，你等一下，差不多三分钟以后，哇，那个整个嘴巴，然后你有可能会就是说，你就要到我们现场来了，欢迎一下黎晨郑元畅。我的手交通指挥得很清楚。对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跟男生有一点绝缘。赞美一下吧，哎呦，男的帅，女的美，好啊，这两个人不错。不错，来分别跟大家问候一下，一晨先开始，看啥没家？对，韩文说的很棒嘛，还好啦，韩文系毕业的呢，对，今年刚毕业，好，哎，毕业了，恭喜，안녕하세요，我是一晨。男生也不能绕口，他韩文你有没有什么文？안녕하세요，첫눈정만참입니다。小郑刚刚讲那句什么意思啊？大家好，我叫郑元畅。再说一次，我们讲안녕하세요，첫눈정만참입니다。请教授呢，讲他到底讲的听不标不标准呢？承认，活生生有一绕口一点。一晨是我的小老师，韩文小老师，也是他，也是我的老师。哦呦，对，上次我哦，好久哦。上次有一封信，何立秀，对，何立秀那封信。哎呦嘞，这两对我们看得出来，这个年纪这么轻，却要在我们中式的这个连续剧上面，要扛票房，现在压力其实是蛮大的。对，因为这个成功失败就是一翻两瞪眼，对呀。不过